笑了。那红包是要多一点这样？我们家的吗？类似这些问题啊。噔噔噔噔，有人说林晴的身高变正常了，我这样觉得。变正常是怎样 ？OK OK OK。我去。所以就真的吗？可以啊，对啊，就这个嘛。第一题啊，对啊，那几个字？安安安安安。这个这么过年最怕亲戚问什么？最怕亲戚问亲戚，最怕亲戚问什么？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很多话，所以你已经结婚了，是不是？还没，还没，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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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雨那么快，所以重复的会怎样？重复的，0506。原来我们今天有处罚单元，那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我不要惩罚你啊，你赶快走啊！我已经大冒险的人也没有去踢足球啊。对啊，说好的踢足球，很贵、欸，一个700买不起。哦，那么贵啊！所以约定好的事情就是不重要的。对啊，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那等我去台积电上完班之后再来买，好不好？去台积电上班。我帮你们一人买一颗，好不好？进去要你们都给我上班了，你们都给我踢。台积电上班，你好像搞得台积电去上班就很有钱一样。对啊，对啊，台积电上班不有钱吗？我不一定好有钱啊，不一定啊，说不定有那种去台积电那个台积电，你这样讲，你要台积电告你哦。不是不是，我说说不定台积电有黑公司好不好？台积电有那种那个什么那个扫厕所的啊，扫厕所，扫厕所感觉也很有钱啊，真假的？你感觉很有钱，你真是瞧不起台积电扫厕所的。你真是瞧不起，没有没有，对啊，就瞧不起人家。没有没有，对不起台积电，不要去跟那个阿妈讲说有人霸凌你，那个叫黑雨。对不起台积电，不要告我。台积电告死他，快告死他，告死他，告死他，不要告我，我告不赢台积电，我连那个告的钱都付不出来。我连告了的费用20万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可能要分期付款。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在那个。台积电过年最不想收到的问候，嗯，好啊，最不想收到问候，这几个不想收到，应该没有人跟林晴同样的吧？所以其他人就是，所以林晴的话要分高低那个要什么？哎、欸，我们怕为了怕跟你撞到，把身高提留给你自己。对啊，撞到会有惩罚，你知道吗？我们人真好，啊、撞到会有惩罚、欸。十八禁的东西还好还好。所以你要羞耻的打下你自己的答案。对，我要羞耻的打下自己的答案，然后你们还要做出来给我看。哎、欸，那个如果出跟身高有关的那个，吉苦修自己撞那个，如果你出的题目跟身高有关，那你就大惩那个大那什么大冒险，那个就不需要林晴，不需要，好不好？好，我保障林晴。好好好。保障林晴，保障的。可是这样林晴就没有参与感啦、啊。保障的。林晴，你可以不用出跟身高有关的，那样你撞到的就要大冒险，好不好？我们撞题就大冒险。那你们这样子就是要我出跟身高有关的？好痛苦。没有必要啊，这样子没有啊，没有勉强，没有勉强。我们没有强迫你啊，你也可以去大冒险啊，对不对？但是我一定只能出身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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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吗？高爆了！我们撞到的，我们也要大冒险呢、啊。对啊，对。就比如说什么巧克力，可能就会出说，我最怕问薪水问题，所以我就跟他一起撞，这样。对啊，然后我们就去大冒险。我们还不能出身高题呢，你看看。太惨了！出身高题是出身高题是我的梦想，好想出。想出哦，好想出身高题哦，为什么都不行？身高题怎么了？好想出身高题哦、喔！为什么你这样也被踢？你是林晴，我就欧阳你。欧阳，你可以出啊，没有人逼你啊。出啊出啊出啊！出啊，你们可以出啊，没有人逼你们呢、啊。走啦走啦，赶快跳进去，赶快跳入加入。哎、欸，几个字？几个字还没讲？哎、欸，我还没打，有谁？等一下。几个字？哎、欸，几个字？我想谁、啊？几个字？快点进来、啊，你可以跳出来嘛！软不软啊？出来了，跳起，我都放松了。起来，我都放松了。是到哪里啊？到那个加入游戏，你的英文真的也不太好。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啦！我这里啊，下来啊。Join game， 我刚没看 Join game 吗？
乱套了。你人设，你人设有点难看，其实。不是我说，以前那个比较好看。开始了。哎，峰哥几个字？几个字？要你们要几个字？七个字。个字。七个字，七个字哦，七个字，人过年最不喜欢被问到的事情，对，就身高啊，呵呵呵，怎么办？各位观众，这有点难笑。嗯，过年最不喜欢被我要打那种最通俗的，哦，也不能出太简单，感觉会冲题。对啊，那我想想看哦。等一下，你说惩罚是什么？我你是觉得会撞题了，是不是？惩罚，惩罚是大冒险啊！然后要用那个摄影机拍，然后上传 YT。那我要简单一点，跳海好不好？就跳海。不要，我不会游泳。这个天性跳海，跳什么？就跳海好了。拿水桶泼自己算吗？什么？拿水桶泼自己算吗？不算啦，要跳海哦。七个字，七个字，对不对？七个字，那包含符号吗？哎，呵呵，不算，不算，符号就是问号包含进去吗？不算，不算，不算。哦，好好好。哎，都七个字哦。跳海。不要再想跳海了。不要再跳海了，真的有被问过这种话，我觉得好哀伤哦。这对我来说，这对大家来说是很还好，但对我来说有点。我好了，我好了。我怎么办？我哎，我觉得我出这个感觉就要跳海嘞。因为我一定不会撞到，因为我真的都是这样子的。怎么办？我应该也不会撞到。这个有被问过？哎，不一定啊，我搞不好跟我妹撞到。哦，这可以，这可以，跳海了。跳云啊！可是你们就不要出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想太久，不会，那天你想升高啦，让大家一起跳啊！哎，东，哎，东西要放哪？给猪，我告诉你们，我教你们回答两句，就是可以避免今天问的所有问题。一个叫做管你屁事，一个叫关我屁事。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可以，人家问你就是关你屁事，然后。问不关你的事，你就说关我屁事，就这样。对啊，哦，就这两句，这个我，就这两句。好啦，要跳海就来嘛，怕你哦，来一起跳海喽，大家一起跳。惨了，秋风想不开，他要跳海，是什么问题？真的啊，我真的有被问过这个问题。跳海啊，好难哦。我的观众都叫我说你可以去跳了。会有回应吗？该跳了，该跳了。嘿，大家揪团跳海。揪团跳海，不是算了算了算了，过年亲戚问的问题都大同小异吗？算了算了，我不会怕的，不怕了。我跟你拼了，优衣，我赌你没有。哈，我没有。我赌你没有被问。没有什么。哎呦哎呦哎！哦，还好我刚没问这个问题。是你出的，在干嘛？输了。哦，还好我刚刚没问这个，我刚刚原本想要问，我现在抽到这个问题。哎，哦，没有，这个 OK， 不要投票啊！哎，走。哎，过年不会被这个问这个不是吗？我想一下啊，关你屁事哦！我想一下，不能关你屁事哦！问题是还不能对亲戚讲说关你屁事，对，不然你红包就没了。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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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不该领红包年纪了。还是要意思意思啊，对，收个一元副食啊，换一下。怎么办？怎么办？感觉你在怎么办？什么？我在想哦，这个好难哦。什么难啊？你会被问到什么问题啊？啊，黑玉你怎么盖都差不多啊。这个要怎么盖啊？这很笑。黑玉你怎么盖都差不多，这句话好贱哦。我要告你们。不是第一次参加了，他的建筑实力大家有目共睹啊。好好好。我才第二次参加。看一下，零星慢慢盖，零星慢慢盖，好好好。而且你盖高的也比较，我到时候哇，所以你慢慢来。我到时候最后一个你们要不要吸？不会啊，我们才不是那种人哎、欸。明哲，我们不会吸好不好？我们只会要多久，好吗？要多久？要多久？好多。这样这样这样。好久好久，就这样好了。干嘛？我有看不懂。哇塞！我有点忘记你们的视频长什么样子了啦。你忘记了？你看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狗混进来啊？不好意思，我家托比在叫。他名叫你。没有知道是我。我觉得这应该很有让大家理解的能力。哎，不能打字吗？差不多嘛。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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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字。不能啊！不能啊！不能盖房子哦。不能打字不是吗？数字算字吗？可以打字哦。嘿哟！数字算字吗？嘉宾想打字。数字算字吗？可恶！重盖，我要重盖。我手好冷哦。可恶，这样应该就可以。这个我要怎么呈现？不行啊，不行了啦，盖不起来了。我要 Google 一下。他要 Google。需要 Google。我要 Google 一下。黑与废。黑与废。哦，黑与废。看你们才废的。哇，叫烂货啊！叫烂货啊！要多久？你盖完了？盖完了！好嚣张，好嚣张啊！哇塞！真的假的？你是不是请人代打、啊？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是那个泽平盖越久越烂，所以他这样子，是不是？怎么办？怎么办？他盖花十分钟盖跟三十秒差不多，对啊。所以你叫做小 N D 二是不是？可以耶，小 N D 二，你会因为小 N 没来？小 N 不是也这样吗？安安，我想看，小 N 都是一直盖了又拆，盖了又拆，这应该看得出来吧？希望啊，哎呀，盖哦，来来哦，哎呀，观众提议的好。我提议一下，上面不知道能不能插东西，插什么？秘密，秘密，插秘密，你要插谁？秘密，秘密，好、哦，你们到底在攻杀会？哎，林星，要多久？可以的，得死。你们怎么知道乱玩哈？哈，哎，要多久啦？还没啦，要很久啦。第一晚展都结束了，你们还没结束。过年不会过这么久啦。过年过这么久。过年当然越久越好啊！你们没有听到每天都在过年这句话吗？对啊，没有每天过年的，每天在过年，每天都在过年。那我就不工作，每天领红包就好了。每天都要被亲戚问。你每次遇到都会被亲戚问哦。你就先怒一怒起来嘛，关我屁事，关你屁事就好了。自动回复，自动回复。对啊，对吼，自动放哎，自动回复，做一个黑羽机器人，关你屁事。然后折回，关你屁事。好啊，你说就买。机器人砸了。等一下，人家说新年快乐。谁刚刚砸我什么东西？瞧一下。新年快乐，关你屁事。新年快乐！哎，弟弟啊，要不要红包？关你屁事！关你屁事！那不要就算了，关你屁，关我屁事！到底要不要？欺负我！上面不能那个，好难盖哦，好难盖哦，这种问句好难盖哦，很难。问句要把它表现具现化，很难。语气可能，你念能力可能不是具现化系的，你没办法做到。你这样算在，你这样是不是在帮那个帮猎人工伤啊？没有啊，哎、欸，然后你讲出来是你在工伤、哦，对，是你讲出来工伤、哦。对啊，哦，真是哦。好，都这样啊，都这样，都这样。啊，具现化系晋级没事。我怎么看到有人在刷什么什么？没事。不然要再你在干嘛？你到底在干嘛？你在干嘛？想说丢就说。你们在攻杀会？丢你苹果？干嘛丢一堆苹果给我？要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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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多了啦，快点！不要再丢苹果了、哦。还有谁？还有谁？哈基还没好之前，还不要紧张。好的。什么？哈基，你快点，你快点，我们要一起喊，你快点，我等你。小雨快哦！我好了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时间会变负的？苹果了你。因为没有给我，因为现实啊，然后没有现实就变负的啊。哦。
已经负105秒了，对、哦、吧？如果现实你们早就已经不见了。要多久？要多久？哎，黑每次那么早盖完，一定都盖很烂。你屁嘞！你才烂呢。多久都很烂，好不好？多久都好了，你讲错了，好不好？他不可能多久都跟我差不多。好了啦，差不多了，不盖了啦。反正盖到现在也差不多，就这样。峰哥，快点来，一起喊的啦！要多久？撑起来！小雨还没盖好、哦。要多久？他盖好了、啊，谁没盖好？哦，菱形啊，菱形哦，那是菱形的新 ID 啦。怎么啦？我是菱形。菱形。古本龙音啊。菱形。菱形。他记古本的英文吗？古本的英文哦。多久、哦？我、哦、不知道，不知道，那个那是那个。要多久？麦块的。麦块的。我可以加入你们的行列了。它是燃料。Yeah, 要多久？要多久？这样应该可以了吧？要多久？明天有下去了呢，有挡到吗？等下我是接在菱形后面的。为什么一直有煤炭飞出来？我是接在菱形后面，所以我还有等一下。哎，这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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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为什么你可以？它是那个编号十五，编号十五，编号要打。编号不会吧？可以了，可以了。你终于好了，还在那边教人家打指令，还不赶快盖那东西。菱形要多久？要多久？没有，这还不够挑衅，你们要很老声音。菱形要多久？你们是要多久？你们老的也太快了。我要帮你捡骨吗？阿宇，可能要哦。我真的觉得我这一题马上会歪掉。然后挂了。峰哥你加油。挂了以后。是不是？好，你加油。然后是零，是秋风猜哦。对。按你按钮，快一点哦。哎呦。哎呦。哎呦。秋风你干什么？好，我会了。巧克力，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什么？啊，七个字啊，七个字。哇，七个字。哦，这好简单啊，我觉得运气蛮好的。对啊，一定没错。七个字。哦，这一定没错，这一定。好了，我应该就是这个了。我觉得我抽到了蛮不错的这个。对啊。看前面这个，这个一定有，这个一定有。哎、欸，等一下，坏掉了啦，还是我啦？谁开的、啊？这是谁？我看一下。啊、笑死了！哈基，这什么？小莫，你盖的好好、啊，我盖的很好、啊。我哪里可以看谁盖？对，没错，没错。哦，哎、欸，等一下，这个，哎、欸，这个头发。要猜一下，哎、欸，不要乱跳出啦！哦，好奇呀！和平，不要乱跳出，有事情。开始，开始后面跳了。嗯，可是为什么上面要放一个动物啊？放一个动物。对呀、啊，我尽力了啦，我就猜一个啦，我不想再猜了啦。我没有人，这个他盖什么我就打什么、啊。哦，这个我遥远哎，四件、哦、四件最好。菱形，我懂你，好不好？菱形，我也懂你。嗯。你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两个人懂你？这个好像鬼哦。为什么？要多久啦？我已经在人家头上一直在打滚了。我觉得我可以去跳。可以的。这么夸张？哦，哇，哦，哦，哦，另外一个方法。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什么鸟？这个，二公。还好，我觉得这题我 OK， 我 OK。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啊？哎，去猜一下，看这颜色。巧克力超坏的。
不是我坏，他真的。我想一下，我想一下。你不能怪。我好奇你们真的。我知道这要怎么盖。你不能怪。哎呦。什么？这什么东西、啊？黑豆。黑豆，黑豆。可是他就在我后面，他最辛苦了。哇，好，有 feel 了，有 feel 了。好了，我大概想到要怎么盖了，又要歪了，又要歪了，完蛋了。不要这样好不好？都还没盖的，我完全传承下去了。想到我要怎么盖了，绝世大作要来了，歪楼的绝世大作要来了，歪楼的歪楼的绝世大作，歪楼绝世大作。我觉得这次就可以盖差不多样子，对，错。哎呦！你会干嘛？我不知道该怎么盖、啊。怎么盖呀、啊？你至少要把这个超难盖的好不好？这样这样这样，哈基你至少要把这个盖出来。嗨，好嗨，好嗨。哈基不用盖啊，他每次都召唤一颗头就放上去了。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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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个很重要啊。比例比例比例要弄好。看看看，傻笑我那个，真的好怪哦！惨了，我不知道我在盖什么哎、欸，是什么？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看吗？你怎么知道你在盖什么了？惨了，我不知道我在盖什么，惨了惨了。嘿，都在自言自语。哎呀，对，我在自言自语。他自言自语有点严重哎。会盖会盖。你觉得这个像吗？我觉得很像啊。嘿，你没事吧？嘿，不然。不好意思，电玩有点旧的感觉。不好意思，电玩展有点累。嘿，是不是你发红包给自己的人啊？哎、欸，这个是今年的红包哦，谢谢谢谢叔叔。我就是你叔叔。哎、欸，不是他这次送红包给观众，然后而且是空红包，而且还是未拆。干厂商啊，你好意思哦？厂商给我的啦，干。凶什么？好凶啊、哦！超凶。凶巴巴，我没有，我没有，我不是凶，有有有，你有，我只是大声了一点，你写短消息了，关你屁事，关你屁事，关你屁事，这样好了，反正我们都是疑问句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自动会补上疑问，对啊，都会放一个问号，问号不没有，问号不算数哦，为什么鸡蛋？因为看到很震惊啊，想说怎么还这么，这么是，就是不方便再多说了啦。哎呦，再多再说要就要透露了，再说下去就要曝光了。要多久？你盖好了。要多久？盖好了，真的假的你？真的，秋风。你果然不是一个人，你变态。没有，我是一个人，我还有开视讯可以证明呢。我没有要看，我们觉得骗我们去看你的视讯，不舒服，不看不看，最好会不舒服了。没有要看，没有要看，看我会裂掉。裂掉？怎么裂掉？什么意思？裂掉是怎样？裂掉是怎样？屏幕裂掉？想清楚一点，是想说怎么裂掉？什么东西裂到？裂到？你要裂到吗？哦，黄盖太可爱了，可以可以，感谢梦境订阅啊！哈基要多久？哦，哈基，你到时候是谁在催你啊、哦？要多久？我没有，对不起，我还要很久。你在催自己吗？盖好在那催，这样盖好，在自己在催自己。要多久？我还没盖好。要多久？又来了。我觉得被打。我觉得都可以拍成一部影片，是在讲说 building game 的时候，building game 的时候最常说的话，要多久？好冷啊。没有人要回复你，有没有？没有人要回复你。我要把我们麦关起来了。没有，我说真的很冷，我不是在回复。刚好
刚好你一讲的话就感谢听耶，不是吧？被呛了，被呛了。因为你不要骗哦，我刚从南部回来，不要骗哦，一点都不冷哦。看着很冷，真的啦。对，今天的确蛮冷的。今天好像最近几天最冷的一天。明天会再更冷。真的假的？对。关你屁事！给台阶。关你屁事！这么凶干嘛？哇，还故意圈起来，很棒。为什么我旁边有人在破坏方块？谁啊？看一下 ID。看一下有多敲击哦！方块是不是？就是不能修改是不是？怪屁事啊！怪屁事啊！哎，小雨，小雨，小雨啊！怪屁事！你看，你干嘛？快点啦！苹果啦，快点啦！哦，等一下，这很难盖哦。加偷刀。不要吹哦！绝世大作呢，巧克力。加倒灰。我等下就看到了。对啊，巧克力。改怎样啊？大作呢？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应该可以啊。造十五年呢、欸。造十五年。对对 ，OK。哦，超棒的这个东西。哎，有观众问我说：“黑羽觉得林星好看吗？”那是什么？攻击你？那是什么意思？没有啊，这样吧，有那种美感啊！哦，对哦。哎、欸，现在才两个嘛，黑羽真的还好嘛，哦，对啊，再干一下，再干一下，对啊，再干一下啊，干一下，没有，等到有同台压力的时候，不用啦，再关下，快点。这个游戏最怕的就是同台压力。你要丢时钟给我，你知道告诉我要多久是不是？要是多、要多久哦？我好了，要多久？要好了，我好了，快了，快了，快了，这有多开心啊！哈基要多久？要多久？你们哈基要多久？下了，应该不会玩吧？哈基好了吗？还没了，等一下了。好了，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对，哈基也好了，害我吓一跳。耶、yeah, ，好了。快了啦，快了啦！啦小雨，啊，关我屁事！我怎么？你是欠揍是幼稚，幼稚，超幼稚！你才幼稚呢！哇塞，你刚才是幼稚到爆炸！你才幼稚呢！你才幼稚嘞！很幼稚，你全都幼稚，你幼稚加一，群幼什么？你群幼，你群幼，群幼感觉很屌哎、欸，群幼感觉很屌，对啊，感觉不错啊，群幼，你快点长大，怎么了？你不要丢骨粉啊！可是，不是，我觉得我不会长大吗？我觉得才不会，我觉得这句我打得很好。你看，我应该把材质包换下，忘记了。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好不好？这个也不能。抽到我这一题的人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要多久？哎，要多久？要多久？哎，秋风，你应该有同台压力了，我觉得。多久？零星啊，零星啊。没有压力，没有压力，零星。抽压力，抽压力。我们也很认真在等你耶。对啊，好，你现在是说其他人都不认真了？对啊，你说你不认真是不是？你说黑羽就帅，你没事。哎、欸、哎，泽平泽平，哎、欸，关我屁事。没有啊，哎、欸，好好哦。哎、欸，这样就比较好了，行吗？有，肚子好饿。哦，我想要把它盖得漂亮点嘛。不用了啦，反正我看不用了，差不多了。不用了，反正。就这。反正看的人也会猜错嘛，不懂，你们不懂啊、哦，好冷啊、哦，盖得漂亮，六万赞，辛苦，傻骨粉打那么多都没用哦，没用，
没有用。砸骨粉，让菱形快快长大吗？巧克力应该没有挫折，都不会长大。嗯，要多久？要多久？好饿，要多久？我忽然觉得要多久？汪汪！什么喊？没有，我是那样狗狗话说要多久？菱形，怪屁事！让大家每人多等你一分钟，在场六位就花了六分钟了。又来了，好久了，又好久，六分钟很久，六分钟可以做好多事情呢。谢谢啊，电玩展，哎呀，我觉得大家来看我，我就很开心了，所以太久了，当然会愿意出去看你们。短袖是因为我只有短袖了，我没什么衣服。我们太快了，你再说一次。什么？嘿，这次电玩展有找你，是不是每个人都问你说，你是看我 YT 还是看我 Twitch？ 对啊，对啊。好了，好一，好了。哎呦，哎呦，我阿基，好了，秋风你在干什么啦？哎呦，不要这样做。哦，我知道是什么了。哎，是什么？出道题目，他还不怕撞题吗？嗯？这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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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什么？这做的很有心，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不行的，什么？啊，这是什么？这五，这该不会撞？这是什么东西？白痴！哎，这是什么？这个，对对对，该不会撞题了吧？算了，管他嘞。这个是，这是什么？这是，哎，那个呀，我觉得这一题应该会撞题吧？我觉得这个不错。是商务旅馆吗？这不愧是哈基，哎，这感觉，哎，这个菱形看起来不错，哎，我不得不说，我是不是很认真？对，就是这个，哦哦哦，我知道，我知道，哦，有没有？好感动，就是一看一眼就知道在干什么，哎，这个也是一眼就知道在干嘛了，你看我们光是大作，哎，你真的害大家。该不是哎呦，是哦，这么怪我，我只能猜这个。是哦，是哦，是哦。撞题的问题啊，就是一开始出的才有，后来猜的没有。后来猜的没有吗？对啊，猜的不算啊，因为猜的不是啊。我觉得这问题也太白目了吧。哎，没有，我盖的很好，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抽到这个好像要解谜耶，我看一下。解谜，这种机关知识。感觉好像要解谜、欸。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有没有画？要跳一下哦。熊猫，我现在在那个仔细的观摩中。你在观摩中是不是？对。慢慢看。阿基，他们要如何？加油！超大的草莓。是这个吗？多大？没关系啦，好好，已经有一个史上大歪楼了，你不用担心啦，好好的猜。阿基，你猜不出来哦，猜不出来啊，猜不出来。阿基，你有没有梗啊？我感觉这已经要这要解谜耶。猜个题目要猜这么久？我只在看人家点而已。行啊。你那个截图以图搜图好了。以图搜图。哦，好吧。好吧。看会看到第一张图片是什么，你就猜什么。我来跟他们，就是大家一起近距离观摩。哇，算了，近距离观摩。看看看。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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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哦，这是啊！我什么？你这不是很像？好坏哦 ！Oh my god！我惨了，有人冲题了，这个冲题了，这个冲题了。要怎么盖？这是什么东西啊？关题冲，冲题了，冲题了，冲题了。关太难了吧？关闭式，你要怎么盖关闭式？那怎么盖啊？关闭式哦，关你屁事！撞啊，巴基！这什么东西啊？搞不好是后来猜题的撞啊！对啊，搞不好是后来也有可能。哦，对啦，好吧，你们都往好处想，是不是？到最后才不会那么痛苦。就不要自己撞，就不要自己。搞不好就是你跟我去撞的。就是自己做题啊。可以不要自己撞哦。不会，我觉得我不会，我问的超级那个的。超级怎样？超级哪一个？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是不是？色情的猴子。
不是啊，我觉得感觉十八禁耶，不行啊，连过年都要这样子。怎样？怎样？又怎样？又怎样了？又怎样了？又要这样子？不好说，不好说啊啊！这样，你帮我家猫开门。他说：“开门哦，我被定起。哇”哇你妈！然后你家的猫会讲台语，你屌！哎呀，关你屁事！关你屁事！哇，这老这钱，亲戚会问这个啊？很难讲哦，亲戚就很奇怪。亲戚真的是什么都问哈，他为了想要跟小孩沟通，什么都问。好吧，小亮，不是每个人都有亲戚，你们这样得病很难。哎、欸，我有亲戚啊！哎、欸，没有，有的人是已经是当亲戚的人，要包容。这样，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嘛，对不对？对啊，为了红包，什么人都可以当亲戚。这句话好棒、喔！我是说，你自己本身已经是当亲戚的人。对啊，像我过年我就会去哲平家找他。你来，你来，新年快乐，没有人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嗯，还这么欢乐？哎呦，有感觉，有感觉！你刚刚有感觉了？不是啊，我在干你的题目啦！这样干得很漂亮哎、欸！你有感觉了？什么时候来的？感觉什么时候来的？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来了，要多久？一定就是你害我们歪楼的你。不会不会，我盖的，我盖的是简洁易懂，所以真的。我一定超，我觉得一定都是你歪楼，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我觉得一定就是你歪楼。Everyday 歪楼。你才歪楼呢。又在、欸、小兄弟，你不要说我太满哦，我觉得我那个菱形盖的超棒的。你歪楼加一。我觉得我盖的很棒，可是我盖的是女孩子的梦想，都不一样。那个我觉得你那个不会盖赢菱形啊，等一下我就把墙拆掉，然后看菱形和巧克力盖的差多少。等一下，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用什么盖比较好。用意念啦。怎么用理念？你的念能力就从现在开始训练了。你最近是在看猎人吗？没有啦，哦，念能力有很多种。你不要再自入性行销了。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对啊，刚刚又巨蟹化系又猎人，你是不是最近才在追番呢、啊？对啊，感觉就是哎、欸。是黑鱼讲的、欸。只要一瓶的海岸。七龙珠哎、欸。使用的一瓶的海岸线。多久？太快了吧，猫哥！要多久？要多久？要多久？你每次都是按的时候，他一直在那边修改了。我吗？我没有。然后这时候大家全部同时按，那就。没有，这样代表说大家想法一致啊。然后就我一个人还在那里。哎、欸，小雨，要多久？关你屁事哦！好笑啊！好笑、啊！哎、欸，小雨，我要告你！你前面跟我讲很多次了，我要告你，超屌！来不及了，来告啊，来告啊，看谁会告赢呢？可是，小雨，我想跟你借告你的费用。告赢了就会被小雨要多久？太晚了啦！告赢了就把钱还小雨，告输了就算了。不要烂透了，不要那么快。明星又是你哇！泽平，泽平，还有我，这是有我。要多久？你不会变的。太好，你等我，我们两个一起按。他早就按了，结束了，你在干嘛？哈记早就按了，我没有看到哈记已经按了。哈记早就按了，我没有在看哦。难过，这个要，我对不起大家，这个要歪了。我认真在盖，我不知道这是在干嘛。
觉得我对你的内心不要自己盖自己笑好啦，林行不用一直强调自己很认真，我们也很认真啊。对啊，看我盖不是很认真。对啊，我们也很认真欸，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怎么盖？好好好，你在问你哥吗？我不能歧视，我不能歧视大家。歧视大家。要多久？要多久？动词 that 要多久？什么啦？超懒的，我们都要老了。好了，我就不给他衣服了，就裸的好了。不给他衣服？超像你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干衣服？我喜欢先用。要多久？而且比例超怪。就这样啦，不管了。然后到底谁会最后嘞？我啦，我应该最后。好，我达成你的愿望。我要多久？我已经舍弃衣服了。你太慢了，没有衣服还这么……你讲这句话好怪，我已经舍弃衣服了。对啊，已经舍弃衣服了，已经脱衣服了。所以现在脱光光了吗？哇塞！哇塞！没有了。我已经舍弃衣服，用尽一切盖了。所以你边盖的时候还要边脱衣服，真辛苦你了。辛苦了，辛苦了。太累了，难怪盖这么久。要多久？然后不要闹上新闻啊，林姐。没有。说知名实况组实况太激烈，连衣服都不穿了，被女星拍下来。你那个棺材也不要。以为棺材，然后就在做客观的时候，网友直批。有一个如实的实况组，好像在枯萎的时候被拍到，对不对？哦，我知道，好像有这个新闻，是外国的如实实况组。你好详细。哎呦，对，我有看到新闻哦。你有特别查吗？哥要怎么办啊？没有特别查，我觉得这会新闻就跳出来了。林行，我不想让你们歪掉啊。没有，你怎么没有？我努力，我努力要诠释给你们看。结果秋风不管你要相信我，你要猜错，结果都错。你要相信我好不好，林行？你要相信我猜得到的。好好好，好好，我相信秋风。我这手比例很正常啊。你要相信我，这个多一个，这个也多一个，比例正确。哇，林翔，林翔，你在唱什么东西？哦，有了有了有了，终于！这是什么东西？难怪有人这么快！这是什么？什么东西？等下，我看一下。啊！我知道这是什么，我看懂。这厉害，这厉害！你念出你那个人前面那个人是谁？你念出他的名字，林行。是哪里可以看到？你按 T 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说是谁盖的？他的 ID 是不是叫黑羽的人？黑羽，黑羽。不是，不是我，不是我。林行，仔细看我留的东西。不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黑羽的人形，不是？巧克力我盖的很棒，好不好？哦，简单传达。可是黑羽，我看不太懂里面其中一样东西放在里面的意义。你要看他的字，你看他的字，看他的字。我刚一直想要去，要不要拿个包包？跟着去。我帮我拿一下，拿一下，拿了拿了。哎，那个，拿了。林行，你花很多地方在没有传达意念呢。没有，是想不出来要怎么传达。惨了。歪楼呢？歪楼呢？歪了歪了。OK OK， 是是是是是。我不知道怎么看。是是是，这个可以，这个可，这个可。哦吼。哎呦，什么 ？Easy。这样不是很没有乐趣哎。啊，不然嘞，我都给你解谜了，你还想我怎样？没有，这时候黑羽哥刚才讲说要多久？要多久？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一直疯狂打。要多么久？对，我突然觉得我那么拼命盖一大堆东西，然后黑羽就是这样盖。你没有，你拼命盖这一大堆东西没有用啊！对啊，没有用啊！林行，我跟你讲，审视你的作品哦。社会就是这样子的，你做再多事情，有没有？好社会啊！对啊，你看，我就是那种会成功的人，那你呢？就是做太多事情。可以的。Destiny。
啊！我不想猜了啦，就猜这个啦，猜不出来了啦。我靠！放弃了啦。哎、欸，什么东西？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我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结束了。丢下，丢下，谁要丢纸？我丢，丢。哎、欸，可是有人硬要出身高啊，机车。你一个月赚多少？这个是谁的？谁出的？我盖的，我盖的。秋风出的巧克力盖，为什么有人一个月？秋风出的巧克力盖的，月月在上面，月月哎呦，很会想，很会想。钻石砖有没有赚多少？哇，好好猛哦，好猛！好猛！好猛！好不会讲吗？赚多少？赚多少？不是，这一定是猜中啊！现在月。多少？哎、欸，还蛮猛的、欸，真的猜到哎、欸，好激动哎，好激动哎，他这样猛、啊，哎、欸，哦，这是月薪哦、喔，现在月薪多少？哎、哦欸，这个也好聪明啊、喔，他自己猜的、喔，他自己猜的、喔，一二三四五五号，每个月五号发薪水，对啊，你看，很棒对不对？蛇瓶盖的，哎呦不错哦、喔，今年小雨猜今年年终领多少？有一个你，对，年终。你说你是我妹，乱改，我什么年终？你看你盖的什么？对，这我盖的，这我盖的，这我盖的。你很厉害了。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看。你烂透了，年九块跟时钟年终。对啊，你看。很烂呢。我真的烂透了。不是，我觉得，我觉得。你看是不是？他提醒我，他提醒我，不然我真的猜不出来他那个粘土是什么意思。烂透了，烂透了。这是谁出的？我出的。什么时候再回家？什么时候再回家？两三个月前了。哈气盖，哇，哈气，哈气盖有故事哎、欸。哈气好酷啊！哎、欸，哈气。神奇宝贝球吗？球球以为自己是神奇宝贝球。好屌。是，什么时候要玩宝可梦？回来玩宝可梦。泽平，泽平猜哪一天搭车回家？还不错哎、欸。可以啦。有，可以可以。这我盖，我不会盖，我不知道怎么盖。小雨，小雨猜的不错哦。那小雨，你这里面，哎、欸，小雨，小雨，小雨盖的，小雨盖的，小雨盖的什么？为什么里面有这个？等一下，小雨里面是什么？哦，这就是那个、啊、日本不是那什么火药日、水药日哦，优一、啊，你知道？才懂吧？解谜啊！哎、欸、哎、欸，小雨，六号拿票哎、欸！哎、欸，小雨，小雨，小雨，这个就是我刚刚说解谜。零星啊，零星，你们看，零星在什么时候回乡下？花费我们那么多的时间，然后你干这样子，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林夕，你说说看，这是什么？跟观众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你花了这么多钱？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我们给林夕解释一下。林夕，你说，你为什么要干这样？所以这就是，所以我就想盖一个人坐在车里面，然后坐车回家。支车，支沙小。座位。有人说这是裸体男。裸体男。现在做什么工作？然后折平，折平盖。我跟你哪有？哎，公司包再打个问号，那也。哎，我觉得。观众一看到说什么？这是耳机吗？现在工作在做什么？好屌、喔！你现在偷拉什么？哎、欸，优一不错哦、喔，你看有没有 ？Nice， 果然看得到。盖的烂透，我看得好棒。英语在干什么、啊？就没有吗？实况吗？没有，这是键盘滑鼠，然后问号。你现在在工作在干嘛？键盘滑鼠，你现在在玩什么游戏？现在在玩游戏吧？你现在在玩什么电脑？没有啊，你们要发，你们要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想你的大便，你看，
告诉你们，林夕是我的搭档很久了，他懂。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是搭档吗？没有啊。干。因为过年亲戚会问，要么就问工作，所以问你游戏打如何。有啊，你表弟表妹啊，表弟表妹啊。好好，如果你们是小孩问的话，因为我没有想到是小孩问，我想拜。哎呦，哇，前锋，秋风不错哎。我一开始想说要不要拿个包包。秋好猛啊！我这边有个包包不错，要不要拿？好猛，好猛，好猛。没有，好厉害。对面的人还翻白眼呢。是木头是不是？就是木头专业吧。小颗粒，工作找到了没有？木头白眼。工作找到没有？还。他太可怜了。小雨盖得很好，我有猜对，我有猜对，真的。你的头发也太可爱了吧！哇！头发可以这样哦。啊！啊啊！哎，各位，我知道这是我，没有，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要怎么玩，这个是要这样玩，先拿水泼它，然后泼完以后再被泼到，有了有了有泼到泼到，然后就长出来了，哦 ，oh nice， 哦 nice， 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这题没有歪耶，没有歪，应该不太会歪，哇，有啊，真的，这就有那个价值喽，这个夸。一心两意不太强。哎、欸、哎、欸，林夕，我有个问题要问，为什么他们两个是红色皮肤？不是，因为我是老红。我跟你讲，为什么他胸是这样？不是应该这样吗？哈哈他自己把这个墙打掉好不好？我们想直接目睹一下巧克力跟这个有差多少。完美。完美。什么时候要结婚？完美。巧克力什么时候要结婚？你们看一下这两个差多少。巧克力也太简洁了吧！八七。八七耶。我完全没有让你们浪费时间。没有，我跟你们大叫人，他是在盖花筒啊。啊，对，花季出来了，好吧。什么时候要结婚？花筒对不对？有小智对，有菱形的巧克力的，小黑人。还好，还好今天不是纸片来。两个只是花筒吧，前面这一对的新人的花筒。哦，有联系，有连贯性哎。有啊，你不要把你盖的合理化好吗？他自己还猜到了，那个是巧克力盖的。我盖什么？现在是几岁啊？对，我盖的。可是我以为会啊，可是亲戚真的会问你现在几岁？会啊，疯狂问。对，他说哎，你现在国中吗？我还以为那个火把里面像那个秤，因为看你的身材，以为你还是小孩子吗？不是，我是说，的心智不是我说。我以为火把每个放二，然后又放九个蛋糕，是九乘二的意思，就等于十八。你满十八岁了吗？林夕，林夕，你想太多了。好像。哇，你十八岁了吗？对啊，林夕。明星一个瞬间把我的题目变成解谜。哎，有没有？这太夸张了，这是。对啊，谁盖的？秋风。秋风。Oh my god! Oh my god! 哎，秋风。秋风。哎，秋风，你怎么没有放控制感？你怎么没有放控制感？阿弟，你满十八岁了吗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真不行 ！Oh my god！ 你们这绝对不是我的问题，真的。他打马赛克。喝，巧克力菜何时要生小孩？不行了，你们这样不行了。
Oh my god! Oh my god！ 你们要到前面马赛克这里。哎，有马赛克，你们不要让儿童不宜。真的有马赛克，有马赛克。玩的很好，玩的很好。不行啊！要被 ban 了，要被 ban 了。回来前面，回来前面。未满十八岁，搞一下。你们满十八岁了吗？哎呦，有有有，哇塞，马赛克哎，好屌！这样可以过来。可以了，就这样，就这样。过去啊！大家可以过去，大家可以过去。何时要生小孩？这个是何时要生小孩？哈哈哈哈哈！挺有力的。生小孩是皮弟。对啊，这小孩是皮弟吗？这是小孩皮弟吗？这是皮弟。什么时候生小孩？哈不不不不不不不。哎，最近生我一个人干。怎么样？哎呦，这东西吗？会直接问哦。真的实况哦。因为我以为我没我猜错了。我家人知道我有在做这一行，所以他们会问。哦。他们有时候会看，他们有时候会看我。五点。五点。哇塞。五点。五点。一二三四五，绕一圈五点。这明显是六个点点。他讲，我点绕一圈不是吗？烂。等下我有点，我有点不懂。明星明星，我爱问好不好？是怎么诠释的？不是，那五点，那五点，我想要表现就是哦，很慌张，什么被问的？哦，直播问号。和你何时开始播五点？然后巧克力盖还不错啊，很棒，是不是？那、啊、而且你还有工商退学，工商，哇，这个工商 YouTube 哎、欸、，YouTube， 他在 YouTube， 哇，哲平厉害，哲平厉害。早上五点开台，靠我！早上五点开台，后面就没有人了。怎样？小雨歪掉了。你骗我多久了？每天拍片拍多久也太心酸了吧？对啊。工伤工伤。早上开始拍。这什么？有没有到一米六？哈哈哎，而且。秋风你的这一题你的颜色还是最新的人设哎、欸、然后跟你们讲那个时候你已经盖了很久我就在那边猜我就只好在那边一直在这边打滚可是没有可是没有一米六对不对对啊没有没有没有啊那你的本身就没有没你想怎样啊内心还是这么矮，哇塞！巧克力直接人身攻击，巧克力有人在，要被挤，亲戚看到你很惊讶，没有，你会被告，你会被告，被告啊！这超可爱，哇，好可爱啊！内心还是这么矮，巧克力盖的超棒的。为什么要用巧克力来羞辱我？因为巧克力很高啊！超可爱，超可爱，超可爱，超过分，超过分，超过分，长高了。巧克力，巧克力要胖，应该好好。哈哈哈哈哈！身高有没有长高啊？谁要盖超肥？哲平猜的。然后小雨是盖的，太高了吧？你这个很高。小雨为什么会用紫色的？对啊，小雨为什么会用紫色？想说你们说今天出题的人，所以我想找个代表色。哦，原来如此。对对对，好懒哦，小雨你好懒。原来如此。好懒，太懒了。大小眼，很高。哎、欸，欸、我们这一楼没歪、欸，好强哦、喔！哎、欸，没有要跳、欸，明明好棒哦、喔！没有要跳，哎，佳佳，刚上一个是不是有人有歪啊？上刚没有啊，没有，没有要跳海的、喔，没有要跳海、欸，不对啊，刚刚那个谁？没有啊，只有那个几岁变成要不要生小孩、啊？对啊，几岁变成、欸？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是问身高的吗？还是？哦，没有，那是盖的充体啦，后来变充体，好像是。对啊，哎、欸，工作月薪竟然没有哎、欸，
对啊，其实我原本要问工作月薪，可是我想说秋风应该会问这个问题。好险哦！好险！好险！好险！不然我就要跳海了。你知道我跳海等于是什么吗？我就会 po 文说干我要自杀了。因为我不会游泳啊。不用跳海，不用跳海。我看笑死了，关长就说不会没吼，你们一直要说，干嘛改下头发？提莫伊，眼睛还凸出来，提莫伊，上给哦，我不给你看，不给我什么？不要，不给盖啊，太坏了，不给盖。为什么江建没有撞？厉害厉害厉害！大家好厉害！就走。好累。我刚才出题目的时候，就大一堆观众就说你要跳海了，你要跳海了。好累啊！秋风可以当史上第一个跳海的 YouTube。跳了，不要乱跳。而且还是在这种天气跳，又没有撞，为什么要跳？好怕，我真的不会游泳，可不可以不要跳海啊？你可以带着游泳圈哈，现在不行，我会怕水，我碰到水我会过敏。可以的，那我就是碰到水就补烂就好啦。我洗澡哦，我都是用湿毛巾擦身体而已。哎呀，好肥嘞！那你刚刚没穿衣服哎？干，我不能脱衣服擦吗？脱衣服擦，脱衣服擦。那不要跳海啦，去跳降落伞哦。不要，我会怕高。去玩飞行伞啊，好不好？台湾有吗？台湾有啊，有吗？台湾宜兰啊，宜兰、台东、南投都有。有什么？有飞行伞可以玩。飞行伞，哦，飞行伞。台中有没有？台中好像没有。去不了，我觉得我真的去不了。你离开台中就去不了了，南投很近啊，你去南投跳啊。南投可以顺便跳云海，不然高空弹跳好了。哇、哦，那我很想玩。啊、你说去那个桥的那个哦？台中有吗？我不知道。台中有台湾好像没有。不要再问台中有没有了。反正去不了啊。那只好继续跳海啦，怎么办？可以玩到死人啊！那就只能跳海了。真的只能跳海。台中没有海。在那个健康步道上跳绳十下，哇塞，哇塞，好，这个我可以，痛死人了，好痛哦，这好像可以哦。重复的话就拍一段影片，好，在健康步道上跳绳，还要去找健康步道，这个比较没有那么花钱，我可以做，跳海不花钱，那你可以跳海啊，不要，我知道你要做什么。要题目要什么？题目吗？我们要出一些很容易撞题的，这样子才有乐趣。容易撞题的。你们到底想干嘛？他们只想看你而已。很容易撞题的，超白痴直播自拍。很容易撞题的。容易撞题。哎，刚刚不是说守岁要干嘛？守岁要干嘛？就只是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而已，不是吗？守岁干嘛？打麻将啊，看电视啊，对啊，实况直播啊。哎、欸，感觉很容易撞啊。这个超容易撞，你会做的事情有很多。出过类似的题目啊，比如说什么台风天要干嘛什么之类。对啊，哎、欸，你不能打、啊。我好像出过类似的题目，对啊。嗯。那还要想什么呢？哎、欸，你。哇，金鱼在里面！啊！嗯、他们好坏，失控失控。哎、欸，我等下不然打到那个。那、啊、巧克力有什么想法？出一点想法。哎呀！我不会。孩子的烦恼。哎、欸，太坏了吧！孩子的烦恼，为什么？之前姚不是有拍过一个影片，叫做“如果你一觉起来发现你有100万订阅”，对吧、啊？那如果你一觉起来变成140公分，一觉起来变成138公分，该怎么办？这样子没有办法、啊，那有人没有办法玩呢、啊。是、哦，因为有人已经是138公分了。太过分了，好
哦哟，我问另一个，可以了，可以了。哎，我可是那个嘞，那个嘞，如果你一叫起来，发现你的频道消失了，再开一个啊，怎样？不行啊，那个时候连那小雨感觉都觉得没差、啊，回戏啊，再重开、啊。再开一个，就觉得说再开一个就好了。再开一个，再开一个，再开一个。所以应该要100万订阅，对不对？一百订阅还好哎、欸，感觉。100万、啊、100万啊！假如你有100万，你会干嘛？你一觉起来发现你有100万订阅的时候，你要干嘛？发现100万订阅，100万订阅的时候要干嘛？这个最近好吗？哎、欸，我们上面有那个指定方块。对啊。八七。所以你们有想要题目吗？没有。啊，你叫起来，变成138公分，不太不错。最想做什么事？有人不能玩了、喔，一叫起来变成小孩。有人说黑羽在自拍哦、喔，一叫起来变成小孩，一叫起来变成小孩。哦，那最想说什么？可是你们这样题目是要出啥？要红包啊？要出什么？嗯，要红包。要小孩，你会想做什么？生小孩。会想做什么？这感觉超不容易撞题的。很多发想啊！一叫起来，你多了两个小孩。哇哦！好可怕、啊！要怎么办？要怎么办？感觉这也会撞。关你屁事！关你屁事！啊！如果一叫起来多两个小孩怎么办？关我屁事！关我屁事！感觉黑真的。感觉黑羽就是那种会把小孩送走的人，是不是？超我把他送去养老院，不是孤儿院，讲错了。养老院，他有一个未婚的女朋友，但是先报警抓他。对啊，先报可以不要的女朋友啊，可以不要这样吗？不要不要抓我。哦，叫起来有100万，100万叫醒来性别转换。比如说一觉醒来变成黑羽会怎样？啊，自杀。哇！全部都要跳海啊！全部宁愿跳海，跳海自杀。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一觉醒来，然后变成黑羽，你会怎么样死？怎样死啊？只有死。已经要决定要死了，是不是？怎么样？我不要打自杀，去死！不要，对啊，不要这样好不好？观众会学坏。观众很过分，一觉起来发现有女朋友了。太脏。可是。我现在已经，如果是这一场，你那个该被告了吗？只有难得我还可以出这一题、欸，只有难得。如果你变成，如果你一觉醒来性别交换，你会怎样？对啊，好像可以哦、喔，这个可以吧？你的名字，啊、这个就要想办法论撞题，因为感觉对啊，第一件感觉秋风就，我是跳海而已吧，做的事情，感觉秋风性别交换哦，就是会被交换性别交换。性别交换，出隆胸之类的、啊，模仿你的名字，男主角会做自己。只有性别交换，你们就一起牵手跳。致敬一下，致敬一下。性别交换完，胸部有变大吗？可以的。哎、欸，变大了。你们现在讨论交换完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吗？性别交换完变成自己理想型的样子。大家都可以了吧？致敬。有人自定义的，自定义。有人说三年以上最高死刑。最高死刑。所以真的要性别交换是不是？性别交换吗？可以啊，可以。不都会一样吗？来。不会啊，不会啊。叫你们就一起去跳海而已啊。你醒来性别交换，你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子啊？致敬你的名字啊。啊不就真。睁开你的眼睛吗？对啊，我刚才本来想打开，我想说一觉起来，我第一件事情不就打开眼睛吗？对啊，打开眼睛啊，有道理。不然我先去刷牙洗脸嘛，好不好？我先照镜子啊。行为。你说抓抓吗？做的事。哦哦，想做哦。如果性别交换，你想做的事情。想做的事。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好，来，几个字啊？几个字？嗯，都先过来，都先过来。题目就是性别交换后，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嗯，好。
一定要开眼睛那些以外。一定要详细、详细、详细的描写吗？你要描写多详细啊！明明你要过来这里踩一下，过来过来，我已经踩过了。哦，你已经踩过了。你回去，你回去，那你回去，那你回去，那你回去。你不要，你不要，你回去。你踩过，踩过又回去。好疗愈啊！不疗愈。我自己。哎、欸，几个字？几个字？哎、欸，几个字？对啊，想做的事情很多嘛，所以应该要20个字让你慢慢叙述。太多了啦！对对对对，有点长啊。20个太长了吗？20个有点太长。你要几个字嘛？你要几个字？11个字，11个字。11个字，好，11个。11个字哦，如果打不够可以吗？可以打更多吗？不要了，不要了，十一个字，十一个字，十一个字以上的，十一个字。哎、欸，所以我变了，是正妹吗？还是？我管你变什么，关我屁事。管你，你想变怎样变怎样，的样子就大概是那样。然后还有之前有多两块东西，就这样说。台语的。可是你们的胸前有两块东西吗？我想一下哦，十一个字哦。我们不能被告，你要被告啊，波哥。我说的是男生变女生啊！你们要自己想要多大，可以自己多大，自己想。我想一下，不然把胸前两块割下来研究好了。好恐怖哦，太猎奇。哇，我这个题目整个很有这个气氛。姐，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变换成另外一种性别，所以完全没有想法。我真的好十一个字耶，我好棒。哎、欸，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各位观众？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好、啊，算了算了，换一个。这个好、哦，我想可以的，没有没有，不能多这些。这个活动，不是这个动作感觉超棒。大家尽量那个好好想一下，不要撞题。哎，对，还要担心会被撞题耶。真的超棒那。那两个男的好好好想哦。我很难撞题吧？我们就两个答案要撞题。反正觉得变男生好像又不知道要干嘛，突然不知道。不是你们本来就去打黑鱼啊，把黑鱼打跑。哦哦，这个是打黑鱼是不是？这个题目是十一个字以上哦。对啊。哦，真的假的？十一个字以上哦。对，最少十一个字，可以多不能少。哎呀，我这个不错哦。明天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好难哦。因为是明天的男性嘛，那身高就不一样了。哎、欸，可是你要想，你们说的性别交换是跟别人，这个是跟别人交换有上限吗？性别变换？哎、欸，有上限的、哦，有上限，有上限哦。哦，这有上限的、哦，上限我打不进去了，好难想。变女生要干嘛？我好难想哦。不行，我变女生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没办法打出来。太糟糕了。不好说，不好说。黑羽这样不行。不好说，不好行啊。不好说，不好说。我刚找到黑羽，打他一巴掌，好不好？1、2、3、4。不行，我不能讲得太明白，这样就好。好难想、啊，真的蛮难想哎、欸，说真的、欸，好像最多可以打30个字哎、欸，太多了，你太多了，不要去测那个东西。黑语题目没人能猜到，打太多字了。我观众说，我如果转性的话，我性转的话会有190。会，好爽啊！哇！是转190。哎呀，感觉会撞哎、欸、哦！我希望接下来帮我盖的人能那个完美呈现我这一句话。可以，就是不然完美呈现一下。嗯，这题目太发气，真的好难哦。
你哎、欸，等一下，你们想做的事情是不是都盖不出来的？对啊，不是不是盖不出来，是不能盖的，是不是？不能盖出来。没有，如果是峰哥诠释的话，很 OK， 有没有？峰哥刚刚那么诠释，我觉得刚刚盖出最。那我来问，不然问问看在场的观众。十八斤。对啊，要多久？要多久？你不要想得太复杂，赶快就跟我撞题了。不会不会，我觉得不会啦，应该不会吧？该不会吧？林玉君，你撞题也撞多久？我在想，这样会不会撞题啊？林玉君，我觉得你等下盖，你不能最后一名。为什么？因为你刚刚最后一个有些也盖得很雷啊。哪有？有啊，那个电车的啊。电车的。信转之后是。有人说他信转之后然后去跳海。哎、欸，为什么没有办法？你也过三十个字了吗？没有啊，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只有1、2、3、4、5、6、7、8、9、10，十个而已啊。不够啊！不要啊！要再多一个啊！对不起，哦、要超过十一。不然你可以打啊哦呵之类的。啊哦呵也太烂。就这样，就这样。用鱼刺把它填满它。对啊，啊啊，这样。林音。你是香蕉食品啊？呵呵啊。因为他刚，等一下哦。要多久？那我拿不出来。你拿不出什么？那个、啊、秘境牌啊。为什么拿不出来？你把你的那个输入法改一下。改啦，我已经把字打上去啦，然后它附魔成本要一。哦，要等级啊？不用啊、欸！你再试一试，你再试一次。你们干嘛？你们刚刚那个八级耶！八级！他刚刚是冒险者模式啊？我好白痴！我想说，我怎么拿？等一下，哈记，你在出什么题目、啊？你的题目有点太难了吧？你这个题目，你这个题目是要让我怎么做？东西就可以了吧？可以，关我屁事！算，我也是觉得，我觉得黑羽这个才难吧？波哥，没有，就那个哈记，好期待哦！哈记这个太难了。你还有你哈记，这是两个动作，这不行吧？没关系，两个动作怎样？哦，想做的事情不止一把，我决定这样了，太扯了，哈基我恨，太变态了，你这样子就抱你女友就好了，是没错啦，不要讲，我怎样？哦，好难哦，峰哥，我觉得一定要好好诠释，给我时间。绵绵是什么东西啊？绵绵是什么？你可以去查。是啊，不好意思，演员是谁啊？他怎么了？他疯了，他疯了，不要理他。是谁？他们好可爱哦！要怎么改啊？等，哎呦！哎，这会要盖很久。哈基，我讨厌你。我的要盖超久啊，还是出个？哈基，我讨厌。到底有多想做多久？快哦，可以。太快了吧？好了，还没有，还没了，吓死人！可恶！哈基，我讨厌你。就哎呦！可以。我应该要去搜一下你们的视频题。对，平常收集一下视频，然后啊，有时候直接打开。收集一下视频。惨了，我在盖沙灰，好丑啊！在盖沙灰。我盖 BL 图。好吧，就这样吧。为什么 BL 图？哦，这样更好看。啊、哦，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应该可以的。哎、欸、，nice。哦，我懂，我知道绵绵是什么了。各种气，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决定又要再重现江湖那个东西出来。我觉得，哎、欸，我这一局竟然又要用问号了。
你怎么还在问号？你是刚刚打不到还打不过？怪啦，平常没有应该长这样吧？我要 Google 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啊？我在看啥小？不要太难过，大家现在在盖都一样的想法，大家都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盖。我在盖啥小？盖啥小？我知道没问题吗？我盖这个东西有问题呀、啊，还是有问题吗、啊？可恶！感觉已经歪耶，好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这个好了，歪就不好，要多久？这好像变态啊，你又是素材库啊，不对吧，又放个箱子，然后又放一个东西，我是史上最快的男人，不对，这样讲，这样请请请请请就可以最快，这样讲也不太对，你这样就可以最快，我要去拿饼干，我要去拿饼干。你用什么诠释？拿饼干占领，拿饼干占领，没有管你啊，关我屁事，关我屁事，检举啦！啊，到检举的地步了吗？玩游戏离线啊！掉电啊！掉电。这样吗？干什么了？完了。这好像他在对他做什么不就是变态的事情，糟糕，我以为我们就是要改到他们，哎，这个题目叫做性转，当然是没问题啊，我已经变成女孩子了，有什么问题吗？女孩子就变成男孩子啊，哎呦要羞哦，当然没有问题哦，能盖啊？那也不对啊！团团的 skin 怎么那么难盖、啊？好了，我也盖好了，要多久？好多快，峰哥，你这题目我有点诠释不来。要多久？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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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要多久？要多久？要多久？歪哦，这么完美！我盖的超棒！我知道了。我盖这个应该不错啦，应该不错。可以啦，我觉得很棒。干嘛笑得？我不知道要怎么盖呀、啊，峰哥，我可以诠释的很好，相信我。是吗？对。我为什么不相信？不能再盖，又不能再更好了，真的。同一个人，哎，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暗示有。我要用，我要用问号。接下来欢迎欢迎欢迎。黑的绵绵，干脆塞进去现在找别人看得懂吗？他们看不懂也没关系啊，这个这个题目那么烂，可以啦，超烂的、欸。其实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教教你先看我的题目是出什么，双手放胸口去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等个键盘了，我要先拆我的火影忍者。怎样？踢球啊？来敲键盘。前面是镜子还是荧幕？屁股不敲镜子。里面上面的黑黑是什么？就是那个线呢、啊。你笑成这样啊！你应该这样会让人不好猜。没关系啦，没关系。要多久？他们盖的应该更差。你大概看就知道。很不错了。他是双手放胸口去镜前面看自己长什么样子，然后上去是怎么樣。我好像少盖一句哎。等一下再等我一跳，对不起。哎、欸、哎、欸，可以。等下你们要放的时候跟我讲一下，我还没盖完。可以吧？是什么价？峰哥，你不是要多久吗？
八七号，答案都快讲出来哦，没有没有，对不起啊，我现在把他们的把我的麦克风就是关掉，所以他们听不到。我觉得刚刚那样比较好耶。哦，我知道黑丝袜粉团。放心放心，说话都来了，他们听不到的。粉团哪里得罪你了？你们有现场有吧？粉团 QQ 都没有来，还要被你这样玩弄。他们笑得太夸张了。啊，我不会。好，赶紧爆，赶紧爆！我诠释不出来。对对对。哇塞，你们笑得太邪了。好了好了，我盖好了，你加完了，加完了。可能一定觉得很痛苦。太好笑了。我久了。Okay.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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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当然当然不会让我们听到哇。这个真的是。哦，真的假的？上面的黑黑去掉。哎，等一下，那你久一点，那你久一点。那我这样，这样，就这样。林，你不能再那么久了。没有，但是我也在帮，就是男生梦想。可是这样很难哎、欸。你花那么久盖出来的没用啦。哎、欸，不对、欸，我把它盖出来、嗯。哦，对、欸，应该是要转过来才对。啊，那我盖错了。你每次都好吧，就是黑棉条。我怎么会盖这个、欸？哎，没想到黑雨知识那么广。没有没有，是以前看电影，他们就是搞笑的，简洁有力，简洁有力。要多久？题目是：当你发现你性转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第一件事，不是。如果你是男生女生，你会怎么样？不是不是，你会想去做什么？是性转，性转。这明天你的想法蛮普普通通。啊哦，因为我不想跟他早点睡。我真的，我真的，他要开火影了。不容易撞题是不是？所以才用了一个很比较好像大家都不会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也会想去做的事情。结果就撞题了。因为小雨跟你想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真的？我没看到你们的题目，我怎么知道真的假的？随便吓吓你，随便讲讲的，先吓吓你，吓吓你先。Why dear？ 你们好像有听到，好像没有。这个是这样盖吗？不塞了。我的 PS4 的。我应该以后应该要放一个点在下面，就是最佳观赏角度有没有？最佳的容量满的，糟糕！要怎么？哦，我应该要再挑加油添醋一下。容量。好，我决定在这边最佳观赏角度。啊，最佳观赏。我忘了会 fly。哦。最佳观赏角度。这样的。最佳。可以啦，就是这样。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要超时了，要多久？好像在这不错，最佳观赏角度。这样，台语的，谢谢谁？这里，里面中间放红石，可是我觉得我这边就歪了，不要那个很糟糕，太糟糕了。就是你了。不要你这么接哦！我要接了，不得一受不了，要加班了，加班啊！没关系啦，是很棒吧？没关系啊，关我屁事！太久了，再给我一分钟就好，一分钟，一分钟就直接切掉。噔噔噔噔，可以切掉了吗？不要放红石砖啊！放红石砖变那个了，很糟糕。我们刚刚一人等了十秒，是一分钟啊，很糟糕，太糟糕。哎，没了。嘿嘿，这群糟糕的家伙。保证这个东西绝对物超所值。物超所值。可以的。给谁？我真的觉得歪，因为我真的。你那个电车歪成那样，我们知道哦。你要帮大家，我们是这样子啊。
梦想建筑师，这是我们的梦想。我会在背景我觉得这种话只有巧克力讲得出来的。你没有听到我 PS4 的声音吗？没有的话就还好。问一下，问一下。讲说他是梦想建筑。没有，我盖的都很棒，好不好？梦想建筑师。讲的越大声。请你们叫建筑师八步。盖出来了。叫建筑师八步。哒哒啦哒哒。建筑师八步。建筑师八步。建筑师八步。OK， 可以玩的，盖好，按钮，按钮。好。哎，好。真的？干嘛？哎呦！干什么啦？这是什么？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冰冰，冰冰，你到底干什么东西？没有，我跟你讲，我现在也看不懂这个人在干什么。不要干什么？哎，这是什么？哎，等一下，等一下。哎，我这已经不知道怎么劝说哈记。哈记，哈记，哈记，这是什么东西？你盖房子盖这么久，然后完全不知所以然。没有，我刚刚前面是完全不是这样盖，我是怎么改变的？你到底在盖什么？因为前面完全不是那样盖啊。那就浪费时间呗。是什么？哎，哈记，我可以问你说，这人设是谁的吗？啊，你不知道是谁？你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是谁。那个叫圆圆，那个叫圆圆。哦，这到底是什么？又一个不认识圆圆的圆圆，好可怜哦。我真的看不懂圆圆啊。这到底是什么啊？完了。来走。这是什么意思？哦，你看不懂，看不懂，十一个字是不是？怎么？超过十一个字了。爬进去。啊？哦，哎。怎么办？我看不懂，这是什么？完全看不懂啊！这里我看得出来，这里我就看不太出来了。我再看一次，这样吗？哦 ，miss， 哦，可以哦。完全不知道什么鬼啊！没有没有，菱形，那题不是。我想要盖成那样，是逼不得已盖成那样。林夕，你花多久时间盖这个？到底是什么了？哎，我看好好好，最后一个，拜托。不错不错，赞赞赞赞赞。哎，真的，我真只能盖一下，因为他题目还有提到一些东西，所以我只能盖成那样。啊？平等的那个，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哦。哦，好难懂哦，你们的想法我好难理解哦，好难理解，这什么、啊？超难理解了，这个是什么？我只能这样猜、啊。等一下哦。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就这样啊，就这样，不管就这样，就这样了，就不管打字不管。可是旁边这个是什么啊？叫服装。旁边这是什么？给我看，看不出来。这个手巧到底是谁？这样。我跟你讲，旁边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要怎么盖出来的。我刚刚看到以为是什么美人鱼之类的。耶嘿！我本来要盖很大，然后可是怕浪费时间，我才把它缩小盖成那样。你们赶快猜，下一题，快让我盖下一题，我快崩溃。这是什么？怎么办？那我这个怎么办？我也猜不到是什么。连黑人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哎，你们就随便猜一个梦想给他，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梦想了。超口说话的选题。我已经努力的给你一个梦想了。那不是，我觉得这不错、欸。我那个梦想是别人的梦想，不是我的。应该这样。好，就这样。超口说话。是改这样。不错，不错，不错。好，硬要塞到说字的，说字的。因为很多人都在那边讲说，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你的名字关你屁事哦，关我屁事哦。一堆人在问我说，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看过？关你屁事哦，关什么关屁事？五六七八九十，要十一个字。关你屁事哦。太厉害了！不要边吃东西边讲过，可我被发现了。哦，黑鱼哦，干干吃一下不行。还好我不改的。什么东西呀？啊！疯哥，等下哈记你猜太烂了。啊，这我可以。哈记你在，哈记你在出杀小，自杀毁。等一下，等等等等。我疯哥。
出难题给我。A 周 A 周 A 周 A 周。好难啊！我不懂，是后面那几个字到底是哪里来的？啊！救命！我想哭了，我都想哭，我的也不能哭啊！对对对对。覆盖这张牌，结束这回合。你们到底多糟糕？哎，那这个，先不要看我的牌，十八禁哦。哎、欸，你们怎么都开这十八禁东西？等一下就会都知道，等一下都会都知道。好恐怖啊、哦！你们好糟糕啊、哦！你们平常谁出的、啊？这题是谁出的、啊？好吧，我弄和平出来好了。我看你们人数哎、欸，都是正常的哦，我的都是正常的哦。你的也是正常的，我的也是正常的。我的也不是正常的。我的哎、欸，等一下，我倒下来问歪，好吧，真的。等一下是哦。为什么要强调特别两个字啊？我你管关你屁事，关你屁事！我干完这事啊！你笑屁啊！关你屁事，关你屁事！我就想强调不行吗？关你屁事！干嘛笑？关你屁事！你那天也太肥了吧？这样嘛，这样就好了，不管了。哎、欸，你在歧视肥仔？你觉得肥仔讲话都这样吗？然后我还要盖那个腮红。没有，我是说你那个声音而已。他记住。怎么盖啦？多多科。多多科。这样你也笑，你也蛮猛的。为什么我是多多科？笑点很低。你为什么要 Q 出来？各种 Q。来来来，有点大。今天呢？他可以告你，他告你了，他告你了。大家好，我。你要是想搞的。盖啊！盖哦，超难盖的，超难盖啊！真的。笑太夸张了！屁的！代表好丑。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明白，我们一直都知道。但我们也没有勉强你啊。少啰嗦。对，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艺术这种东西是不能勉强的。艺术这种东西不能勉强，是讲求天分的。啊，团眼睛是什么颜色？彩色。团团真的很可怜呢、啊。全部都是团。等一下，我扯到团团去。等我盖好，你就看。黑色啊。等我盖好，你知道。还有人跟你画异色瞳哎。哦，不管，我要盖这个不好的东西出来了，哦、大家回避、哦、好回避。真丑。肤色。是啊。对啊。哇！笑这么开心，笑太开心了吧？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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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静音吗？我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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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烦啊！我刚刚是听，我刚刚是听见女巫的笑声吗？还蛮像的。性转的女巫。还有女巫也要性转？改。哎，女生是什么颜色？女生什么颜色？我不知道你的女生是什么颜色，关我屁事。哎，泽平，我对不起你。没有关系，没关系，大家都对不起他。我觉得应该这样，感觉蛮不色气，蛮不错。
我不要走，我 building game 啦。好难哦 ，building game。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然改成 UHC？ 刚谁在面？哈哈哈哈哈！有，大家完了，讲完了。那个下那个第二月二月的第一个礼拜还是 building game 哦。改时间了。啊，是啊。对对对。等。什么？二月的第一个礼拜还是 building game。所以以后是第一个礼拜，对对对。啊，那第三个礼拜了，那第四个礼拜了，第四个礼拜我就要自己做自己那个啊，哦、做自己开心的事。好、哦。为什么从会嘴？可是你不是第二个礼拜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吗？这样就变成二四啊。好、哦、二，所以你二四都会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对，做得很开心，好不好？了解了解。这样你开心了吗？开心开心。嘿嘿嘿嘿，怪怪的，怪怪的。然后那个在笑的也怪怪的，那个笑的才最怪，好不好？哈哈哈！要多久？好吵！要多久？哎、欸，这样盖的不错哦。等一下，另外一个人人设我要找一下。啊，我觉得我诠释了。好了，行，要多久？把它还没整两个人，要多久？好，我非常诠释了这一些东西。可以当第一个盖好的、啊，你要有志气。我努力改了。要多久？被逼疯的，你心情在崩溃，然后把它麦克风。周平人设长怎样？等一下，等一下。周平，你可以丢一下哦，你 SK， 你有你的人设图吗？你要自行的 Google， 要自己 Google 了，还问别人？太多人叫周平了，叫周平的太多了，没特色，没特色。我就一个蓝蓝，一个蓝蓝的，你看 Tape 就可以知道啊 ，Tape 蓝蓝就蓝蓝的，有猫耳朵就好了。因为我在看他有没有眼睛颜色。没有，那就你不用说盖那么好，反正我们猜不出来了。对啊，你居然已经告诉我们，说明等一下我们看也猜不出来。干，这只是会师的坚持，不行吗？不行，可以，可是不用有语助词。要多久？我觉得我干的很好。要多久？我有观众一进来看到我台，他说 What？ 要。多久？要更妙一点哦。对，十万。我盖的超棒。我猜了几点？小雨要多久？好的啦，在那边要多久？小雨，关我屁事。你问的关你屁事。刚刚哈吉的小神是蛮厉害的啦。哎、欸，林星，只剩你嘞。林星都超久了、啊。LINSHIN 22要多久？要多久？林星一直都超久的啊。啊，这个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 ID 也就 OK 了。我会被变掉。有人会被、啊、没关系啊，应该可以、啊。林星不能是最久的一个了吧？我又不称完。这跟林星他们没有关系吧？周明跟你一样是第二届。我讲你盖最久，你真的没关系了，好不好？我。你要相信我的猜题，OK 可以的 ，OK 的。但是没有，他盖的没有 CP 值可言吗？不行啊，林星，他有会师的坚持。你多盖的这些东西真的没有比较好啊？超坏！我刚刚猜的超痛苦的吗？我要面壁。哎呦，有了。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小雨，你这个真的可以盖这么久、啊？是谁？这到底是谁？你这刚刚盖多久？哦、我真的不懂。哎、欸，哈记，那是谁？泽平吗？哦，泽平。完全不懂巧克力在盖什么，完全。不行，
这一题我要，前面你都看到后面，这一题我要直翻了。为什么这个要盖这么久？什么？你这到底为什么要盖这么久？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这到底是什么？这什么？而且性转啊啊！我懂，我懂，要做的。我懂，我懂。啊！上面这是什么？哦、啊，打的真的怕美泽平。好，抱歉抱歉。好好好，是是是。这个，我直翻了，这题是我直翻，直翻直翻。好好好，就这样吧。Nice， 这样应该可以。我不行，但我觉得我不行，一直看着他，我觉得等下就被变态了。先不要看，先不要看，先别，先不要看，先不要看。我打错字。Oh my god！ 哦、oh. ，他既明明出题，明明出题，出题这么直白吗？出题明明是出说自己想要做什么，为什么他自己都要盖别人？不是，他题目就是这个东西哦。可是，超贵。什么？有有有，这有十一个字。为什么这个人？哇，这很明显这东西。我有超过十一个吧？这个人长得跟什么奇怪小朋友会打的万符号一样。哈哈哈！感谢订阅，感谢订阅。这个人，感谢订阅。这个人是这个为什么要变成？我猜完了，跟妹子有什么关？而且这个到底是什么、啊？而且这个人。题目又不一定是林行出的，这个人是方乃哎、欸，是哈基。你到底盖多久？哦，啊，这到底是什么？哪一家？哒哒哒哒，哈基这里啊。好了，变哪？我不知道啦。真的，哈基也笑了。哎、欸，这怎么开了吧？哦，这可以啊，这可以，这可以啊，哦，这可以，可以。啊，这个我刚才完美的盖出来，可不可以做这个出来啊？啊？这个我可以，这个我可以，哎呦，怎么说什么？我这边要爆炸了！哇这哇这，没有没有，你可以你可以。等一下，这是怎样？这是怎样？啊，有点惨哎、欸。就在给折平哎。为什么盖我？啊！这叫箭头。不怪的耶，我直播断了，可是我还可以玩。播断了，那就代表是直播的问题啊。对啊，可是点台都断了。哎、欸，他们说我被编掉了，可能是要你只开一台。惨，你被崩掉了，被崩掉了。泽平，你的也断吗？对啊，我会不会太色气了？那应该是那个吧，那个连播软体。那应该是因为你盖的东西吧？那应该是被崩台。那应该是你自己的关系啊。哇 ，QQ 哦。你有没有漏视讯？你们会不会准备崩台哦？没有被崩啊，只是断掉。没有，应该是那个吧。断掉，重连一下就好了。双开的吧，用双开的就错。双开、啊，你们都双开就出事了。双开可能会被崩啊。不是啊，不是被崩的，应该是那个断线。不是不是，是他那边断线，他有时候那边不太。那如何的？哦，你说双开软体不够稳。对。因為我真的听说有人这样会被崩。哦，没有啦，他顶多警告你。他说，他说，哎、欸。他说：“哎、欸，听说你最近在 YouTube 开台哦，嗯，好开心哦。哦，没有啊，没有签那个，我就完全转到 YouTube 开台啊。有人说他自己都没被 ban 的，我怎么可能会被 ban？ 他自己到底做什么事情？我做了，我没有做什么事啊，我都盖很漂亮的折屏呢、欸。等一下哦，把折屏盖超帅、欸，怎么这么远？谢谢。这是用词是不是错了、啊？为什么是这个用词？哦、oh. ，也连用词都批评了，有没有？我会不会啊？哎、欸，不过老师有教你吗？不行不行，不是啊，这个动词
词不太对啊，怎么会对？为什么是这个动词？等一下等一下，我会我会。你们国文老师有没有教你们呢？快笑死了！我想到我要盖的东西，我就觉得好色气哦。不对啊，麦块再怎么色气也不会让我整个 boogie 啊。好，色气又不是要让你 boogie。对啊。因为黑羽都玩过更色气的东西啦，那种对啊，小 case 啊。秋风还特地在下面留言，这本书你有看完？对不起，我看一下而已。我发现黑羽好色的哦。哪有？那只是个小游戏。有没有玩过史莱姆小游戏啊？类似类似的感觉。没有哦，没有哦，没有。感觉就是你在玩十八禁游戏哦。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怎么会？那我知道了。那双马尾就给它盖出来了。我觉得我这个台要被 ban 了。对不起，我题目没有出双马尾。我真的觉得我要被 ban 了，我一放上这个就会被 ban 掉。大家今天都好恐怖。挑战。不会不会不会。到底谁放上去？想放什么就放就对了，不要怕。我跟你讲，巧克力，我已经用尽我的全力最简洁的方式，你能不能看懂？这个交给你了。怎么能巧克力的问题啊？第一个，不得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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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真的坏掉了，真的坏掉了，坏掉了，坏掉了，还是把它继续听好。变深夜台了，未满十八岁，请勿观看哦。真的，不要再看了，好恐怖哦。我才要不看。在菜前面一点的，等等等等。哎，你们盖好了？哦，还没有，还没有。盖好了，盖好了，盖好了，都盖好了，就走就走。我这怎么可以啊？您辛苦一点。我已经搞错什么？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已经都 OK 了。我也觉得有怪怪的。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用非常简洁方式去做。Okay, 等一下哦、就走就走就走。我已经不纠结其他东西了。我告诉你，聊聊聊，说不定我会开得更好。你刚刚那个真的是让我很……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在处理东西。因为我在找他人设，然后找东西，真的不知道放什么。不是，你那盖出来，我也不知道你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努力想表达。一二三四，一定有这个东西。完全无法。要多加彩虹，好，算了，先乱摆了。哎咻，然后露出一抹微笑，一抹微笑，一抹微笑。惨了，我会盖超出去也惨了，我要把墙壁打爆了。能不行呐、啊？有哎、欸，不行，把墙壁打爆了。我靠！我都已经在铺地了，已经完全坏掉了，让他去冷静吧。有点啼笑，不好意思，他那没有什么救，那个已经没救了。有观众问我说：“黑羽在笑，那是谁？”哦，没有，我不认识他。没有，不知道谁乱进 RC 在乱笑的。对啊，不认识，不认识，没有开放粉丝吧？开放粉丝。滚轮吗？想按滚轮吗？盖的很好，你不用一直打。哦。明星要多久？我好了啦！Oh my god! Oh my god! 观众不是我设，是题目的问题。啊、我黑羽人性本善。哎呦！啊啊！啊欸、你今天说很会说笑话啊？可是我觉得不好笑哎、欸。所以就还好。很会。绝对没有在盖某个人，我绝对没有在盖某个人。
哎呦，这不一样，我先抖一下。哦，这题好累哦。好了，是这样了。对，这不是他的最后一题了，是啊，干嘛的？这题干完就还有，这题不是很过哎？没有，第三了。我们已经加班场了，大家加油！加班了，加班了，好累哦！我现在在一个一个铺地。雨禾问我说：“这是什么？”不要问，你会怕。你没有回答，关你屁事哦！不行不行，我观众比较玻璃心，所以我要友善一点。不是你自己比较玻璃心吗？哎、欸，哈基要多久？等一下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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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基啊，哦，我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吐槽了，真的、欸，哦，超老的，不要睡着了，还有那个猴，猴子在动物园来干，猴子在上呢，猴凶巴巴，动物园进去100元，还有哦，还有哦。哦，阿米莎哦，啊，好老的吐槽哦，好老、哦，我的妈呀！这是我小学什么时候来的？这是我小学在用的、欸，真的。哎、欸，我真的没听过这种吐槽、欸，我小学没听过这种吐槽、啊。真的假的？那你有说猴？那、啊、如果有人说猴，应该有听过说猴子在动物园啊，这样应该有吧？没有哦，真的假的？猴子在山上。我是听猴子的动物园、啊、的、啊，哪有人听猴子的？真假的？真假的？85年次的，你们可能我跟你同年啊。对啊，难怪小雨，难怪小雨懂。哇，我台北人啦、啊。不，没有，完全台北不会这样说，你不要侮辱我们台北。没有，我是新北啦。我因为啊不会这样讲啊，我知道我。我杀顶 boy 啊！哈，无你是要冲啥哈？有有三重都这样，三重都这样，三重都这样。好 ，OK。是三重的观众自己去他台抗议。自己去他台，自己去他，自己去他讲的，不是我。我杀顶 boy， 我杀顶 boy 啊！哈，无是你是要冲啥？小怕你，小怕你啊！你念的好快啊！别太糟，对。不好意思，我台语有点破。几乎不太会讲台语啊。对啊，不好意思，我台语有点破。可是他说有。啊，那我就多加一个这个。他竟然在盖哦，他竟然没有放屁。可以了，好了，加油了，加油，加油！秋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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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开始。哇塞！我有灵力，这是简洁有力哦。哎、欸，哈记，他简洁有力有没有？哇塞！哈记，粉红色头发是谁？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变大的意思？我什么东西呀、啊？啊！哎呦呦，来了！看、啊、看，我知道了。我天哪！你要想的某个人是某个人。哦。等一下，这个要是什么意思啊？变成变大的意思？没地道啊！可是不是说是变性之后想要做的事情吗？那个是马步。那个哎，题目是变性之后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对，性转之后。嗯，为什么性转之后要去做这些？太光了！到时候你又碰在一起啊！有没有？哎、欸，对，哈基你太夸张了，你这些题目都超针对某些人的。没有，他就是想被告呗。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完全不懂是男是女。对啊，对啊。好，不行，我要凑十一个字，十一个字不够啊！来，就这样。对不起啊，随便一打就超长的。还有肌肉，有爱沾光。但是林奇，我不得不说啊，你这个盖最快，我觉得盖的反而比你盖的那么久了还要好。因为我前面都想很多，不知道怎么盖。你不要想太多。抓到 building 盖的精华了，相信你的直觉。
想越久不会干越好。是怎么用的？终于啊！哈记还有用指令哎，好屌、哦！八吗？等一下，等一下。哎，我的高速没不见了。好屌、哦！好了，我打好了，我打好了。一二三四，还少一个字。嘴巴吧？对啊，这不是嘴巴，这是你你。看错了吧？你那是在猜谁的？应该是，应该是。嘴巴的那都分不出来。这种画面。嘴巴跟内内，到底是谁干？硬要凑十一个字。哦天哪，我们到底在玩什么？双行道哦。这真的太糟糕了。这哦天哪！刚刚是六七八，啊十一二，刚刚好十一。上去，所以没有问题吗？哈记，我觉得哈，我觉得哈记，我觉得哈记一定会被团团还有哲平击爆。结束了，结束了，哦，结束了，还什么？终于没了，结束了。哦，林行出的，跑去健身房，各种器材，然后巧克力盖的，哎呦，巧克力屌哎。等一下，为什么在这边做哑铃？只有这个哦。因为因为他们都是黑人呢、啊。不是，人家不行啊，白人就不能去健身房吗？黑人就不行了哦。不是，我想问一下林行，为什么女生不能去体验各种器材？没有，因为男生才可以，就是举比较，就是我想要啊，因为我本身力气又不大。那你可以现在开始锻炼，其实现在就可以了。不行啊，不想。哎、欸，女生跟男生的力气真的还是有差，好不好？一百三十公，一百三十公，真的有差。他有多少力气？超过分。哎、欸，你不可以这样。没有，这是以林行角度而言的、啊。小啊。而且小雨打好多。我打到健身房。因为很多人说，到健身房只有练健身，大家都可以啊，男女都可以啊。骑车去把妹，跟我讲的一样哦。哇。哇、OK 啊！哇！我看了多少东西？这个肌肉！小雨，我要说，这些人的头都怎么了？啊？怎么？这是我盖的，秋风盖的。好，秋风盖的。为了要让你知道都是同一个人，好不好？他的头也太小了，好恶啊！同一个人，锻炼超恶的，有大肌。到自己大机可以带妹子去玩，哈基也泽平穿的有多像？泽平，你法是有什么问题、啊？原来是泽平啊！肌肉大自己是什么意思？大自己啊！大自己，锻炼肌肉大自己，你说打自己是？锻炼肌肉大自己有自己，然后可以带妹子出去玩。哦，是锻炼地方是好。不要拿我的头了，白痴！打的，这是谁盖的？哈气盖的。Oh my god！ 好酷啊，怎么用的爱心？还歪了？哪里爱心？好酷哦！对，这哈气打的指令啊，我猜的。这个好酷啊！眼冒爱心。喂，没有球球歪地，为什么？白痴哦！为什么被揪混？因为你自己看，这很明显啊。哪有这打的球环？等一下，哎呀，那个哈记，但是我觉得他有六个乳头，六个乳头，六个乳头，那是六块肌，哎，黑的六块肌变长歪的，小颗粒，致敬你的名字，能知道所做的事情。哎呦，很会哦！男主角做很多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想什么啊！哇塞，小雨你很会、欸，是不是？我你当妹妹傻眼的眼神，妹妹有，妹妹做出来好厉害！你妹妹做的超好，妹妹超傻眼。没有，老实讲，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以为这是美人鱼哎、欸。现在自己胸部有多大，请别人偷偷看。棉被，我觉得棉被。哎，我觉得他做的超好哎、欸。请别人也来楼看，请别人也来楼看看，不好吗？请个屁、啊！然后嘞？这是怎样？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在干什么啦？什么？泽平，你在干什么？这是什么？你给剪掉！我泽平哦，你是叫来？你是叫来摸胸部哦？
太霸气了！泽平，泽平，泽平，你没声音啊？泽平，泽平，等等啦！泽平，你有开麦吗？泽平，哦，我没有演啦，没有啊，他开了。哎，我懂，我懂了，这个我懂，我没听到声音啊，我也没，我也没听到啊。他重开，他重开，老师。哎，你们干嘛不见他演呢？你们好坏哦！好可怜，太坏了。哎，我有没有声音了？有了，有了，有了。哎，拜托，懂好不好？你看这个粉红色是幼女的胸部，然后紫色就是色气，幼女的胸部，色气的胸部。有啊，不是？哎，你看这露一点点啊，哎，你大胸部就遮不住啊，有没有？大胸部就全部露出来啊！等等，我还是有点看不懂。怎么会？我听不懂你的解释哎。白色是胸部、啊，不是啊？他就说，对啊，白色是胸部啊。他就说，看胸部怎么变大啊？哇 <What? S 2> 啊，白色是肤色，白色是胸部。哦，找到肤色，对啊，有没有变小了？有没有？然后不行不行，紫色就变丑。等一下，我还是看不懂。可以，下一个，下一个。看到大脚不满意，跑去整形变大。你知道我抽到哈记这个题目，我整个傻眼。不就是转成你想要的样子吗？对啊，这根本是哈记想要吧？没有，你看那个，你根本就不知道题目是什么，就看那个小的变大的大内内。哎，所以你看哈记看的懂那大内内。你们帮我看到这个，我笑。哎，你是白痴。哎。等下，等下，我跟各位讲，我看的是不是简洁有力？简洁有力。你这个在这，我跟你讲，看第一眼，看第一眼，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我想说你性转了，干嘛还要去缝衣服？你在做什么？你这个烂货！哎，这超，这超棒的、欸。你们有没有去那个就是外国或是那个台湾有那个天台有没有？然后有十块的那个大眼镜，就长这个样子、啊。干嘛？我超屌的，我超屌的。穿四角裤到处跑，不会被挤。哎、欸，很棒哎。都挤、啊。我盖得很好啊。男生穿四角裤到处跑，为什么会被挤？哇塞！这是啥会？这是啥会？法院的锤子，扣扣扣！哦哦，这个还有放一个最不错不错不错，最佳观赏角度在这里，最佳观赏角度，在裸体照替爬爬照，妨碍风化都没有关系啦。你看有猜到吗？有啊，懂啊懂，应该 OK 的。是妹子哎、欸，这会被挤好不好？哎、欸，白痴哦、喔，这会被，他第一怎么瞬间打掉了？白痴，刚刚怎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上面，怎么突然不见了？你怕了？你怕了？哲平在马路上露奶很兴奋。没有妹妹，我完全不知道这是男是女，我只好听人家。是谁啊？是谁？我反正是这样子。谁啦？什么啦？没有。是撒谎，这是撒谎。是什么？这是是不像哎？我给 B， 我给差评。表决小雨的意志啊！对啊，是这个。哎，哎，我觉得不对，我觉得是哈记那边的问题。我觉得是哲平没有猜到是小雨盖的，哲平应该要猜小雨盖的。这都是男女对，你们懂吗？第一件事还是报告，我来解释给你听。第一件事盖的超好，你看后面有天平，有没有男女平等？有没有？你看后面那个从那边开始看，男女平等，有没有？然后后面看，然后这个有没有直播？然后有没有男女？有差吗？我靠！哪里？你这个谁出谁？哪里有差？哪里有差吗？装开实况跟大家讲自己变性，白痴！开始讲性别平等，难怪有后面有那个性别平等，可以有性别平等，没错，性别平等呢。哎，孟哥，我很努力诠释，我已经很努力的把它用出来了。所以原来那两条是这个意思啊？啊，对啊，对啊。UV 什么意思啊？
啊，没有 L， 那是 L V E 啊 ，L I V E 哦，干，连起来了。Live 吧。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没注意到。没有没有 L L L。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什么？我一开始以为是 U V E。你不能打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那个嘞，讲自己电线人，你怎么没有盖？对啊，哎、欸，对啊，对啊，啊，因为呢，哦，最好的奶奶，我忘了装上去了，烂透了，对，我的奶奶，我洗了奶奶，胸部来，胸部来，看我龟，龟，胸部转一圈，转一圈，中间啊，你看我的奶奶，在讲你变性了，你这个 U V E 啊，烂透了，没有没有，我原本，没有。U V E 就够了 ，U V E 就够了。可以，你现在在开 U V E 哦。对不起，对不起 ，U V E， 对不起。这个电脑上面还有镜头，有没有？这个小小的，哪个？哎，打掉，打掉，被打掉了。在哪里？在哪里？我没有看到。被打掉了，被打掉了。电视镜头。哦。哎呦。简洁有力，简洁。看我的蕾蕾。电视镜头没了。妹子开视讯直播，直播台监督内。好邪恶的想法哦！你很想做这种事情吗，小米？我没有做，我没有。我就开始做，好过分啊！我去找你好不好？我你开视讯，我们就找你好不好？我们一定找你啊！不要顺便露个包，露个事业线。我们包啊，没得露啊，自己画上去啊，自己画上去。这好棒哦！这好可爱哦！这好可爱啊！哇塞，圆圆呢？这是超难的、欸，这是题目是什么？跟团跟演员一起合唱高歌一曲，这超难的，我完全看不懂这是啥回。不要再嘲讽我了，现在还有人在嘲讽。U V E U V E， 我决定要拍起来，这太可爱了。这好可爱，他这是什么？很好，对啊，刚刚那个是麦克风吧？麦克对对对，是麦克风。好，哎，你不讲，我还以为那个是圣火嘞。圣火它白色。这手，哎，带，这手。我不会带呀。这手不知道，盖这一题，他盖对了。哲平跟团团拍一些特别的影片。释迦摩尼佛，释迦摩尼跟头上面戴，为什么我都会歪掉了？我真的不会改啊！为什么会这样？路上面戴之后继续跟老奶奶，为何为何？还有这个法色就是老奶奶。这个团团，这个法师，一看这个他的服装，整个很老奶奶，这超老奶奶，这是傻小。你怎么没有在阿摩尼跟和尚一起露营？老奶奶，啊，真的变成老奶奶了 ！Oh my god！ 还有露营啊！还有露营，还有露营，好屌！老奶奶，谁盖的？小雨盖的。哎、欸，秋风好屌！你好有爱心、啊欸，风哥已经盖好了，超棒的，超棒的。我怎么老是听这个？好棒哦！我都这超棒的、欸，超棒的。哎、欸，我真的觉得是超棒的、欸。太棒了，太笑死了！哎、欸，可是哲平，哲平跟那个不见了。对啊，我跟演员不见了，双手放胸口，镜子前看看自己。哎、欸，这个真的超难盖，怎么用的？好黏，洗的好烂呢、哦，好烂的，不行，我完全，你的真的烂透了，我完全看到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猜。裴宇，这个叫绵绵，对，绵绵，我没有看过实际的东西。啊、你可以去 Google、啊。哎、欸，要水龙头哎、欸，好不好？好不好？自搞批评别人。我刚刚就看到这个。奇怪。哈哈哈！哦，巧克力。你看我这么曼妙的身材。超美。你真的好看。我刚刚是怎样？不要激烈太大。我没
可是你看他有水龙头哎、欸，超酷的。有水龙头真的蛮帅的。我忘了谁呀。后面也是水龙头。还哈克。太酷。到女生厕所镜子看自己身材。你看不是。哎、欸，有 feel 哎、欸，有 feel。这个烂头。我到底在干什么？哇塞！哇塞，有镜子，有镜子！我的为什么要被 ban 啊？哇塞！有镜子，有镜子，客官真是太屌了！我看自己身材，你在摸哪里啊？你在摸哪里、啊？手，都是手，这是手吗？手，是手吗？都是手啊！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们手长刺哦！大刺手，手长刺，手长刺，哈哈哈哈哈哈！大刺手，怎么说刺胸部？笑不笑？全身全身二只的胸部没有变大，偷改我的颜色，偷改我的颜色，哈哈哈哈，这是什么？明星盖的这是什么？女同学体验触感，啊，是啊，哎，这个不错哎，不错，体验触感是，你看这个到底是谁的手谁的脚，根本看不出来，只有上半身。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不错，我觉得这个可以。我觉得可以啊，你应该没有猜歪，你应该没有猜歪，嗯、你大概头半头全猜不出来而已。猜歪了？没有没有没有歪，没有歪，没有歪，这个没有歪，差不多差不多。去到别人那个女孩子还可以了，还可以还可以。哇，好厉害啊！不见了吗？哦，吓死了，我以为那个脚是有问题。哎呦，这个可以。只要刚一过来，那个脚。感觉就怪怪的，我去，那个脚被吓到，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要翘脚？来来，我再问你，翘不要乱翘脚啊！别乱翘脚啊！哎、欸，不是要翘脚吗？怎么没有胸部？因为他是跑去的，所以脚翘起来，我觉得。翘的我发，翘的错，翘的正常啊。对，我刚刚这角度，他很恐怖。所以他上下起手是这样。虽然你有对他上下起手，你们好坏哦。哎呀，我超努力诠释，我刚刚快笑死，你知道吗？你自己看我脚真的怪怪的。你又该说什么？我看你自己看，超屌！哇哇哇！哎、欸，不是，你知道这有这里面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笑容，你们自己去看他的笑容。这是笑容吗？这是笑容。啊、不是我看过的笑容里面只有菜渣长这样。哎、欸，等等等，哎、欸，等一下，泽平泽平泽平，这中间这是什么？这个胸部啊，两个都女的。我靠！所以他们胸部连在一起了。对对，连在一起了啦。我买自己喜欢的人。然后看起来像是接吻的捏捏。接吻的捏捏怎样啊？啊，真的还蛮像接吻的。接吻的捏捏。好屌，好屌。接吻没了。好屌，好屌，没了没了。哇塞！今天我觉得跟你们玩了，我学到两性平等。就你没有看错人，我只学到性别混乱。哇塞，我忽然觉得，真的就是已经把那个训转了，这角度真的很奇怪。尤其是哈记，永远都是觉得这个题目一定是男生出的，所以训转都要女的。那个，经过今天的游玩，我发觉 Minecraft 做成 A 片是可以的。你说峰哥的那个吗？太屌了，太屌了！欸、超可爱，真的超可爱。等等，只是这个头发颜色怪怪，真的怪怪的。没有，你看这个在看旁边。不会，我觉得我的小雨很盖得很像啊，怎么泽平没有猜出来？哎，有。哎、欸，有了。小雨哦，那个我知道，我有想说那个是小雨，只是我就打一般的而已啊。哎、欸、哎，小雨、欸，所以后面阿基就没有猜出是女的。后面变裸奔还是要被挤呀、啊？哎、欸、有，哎、欸、有人说那个那什么那个实况组新闻报道说实况组一夕之间变老，然后上苹果，然后上苹果日报，好屌、啊！对，太屌了，好可怜啊，好棒啊，奶奶。
这只老奶奶，大蒜老奶奶太好笑了，笑死了，笑死了，谢谢喽。谢谢，太好笑了。等等，我要被团团告了。休息了，休息了。我要po文标记你。休息了，休息了，结束了，这太棒了。好嘞，太棒了。好嘞，对对对对对对。早晚会要被挤啊！早晚会被挤。真的。太棒了。太垃圾。好啦，好啊，那今天 building 可以大概到这样为止啦。呀，啊干，没事。哦吼，你会被 ban 呢，你一定会被 ban 的。团在我的台。神机机团团。你看这老奶奶真的好可爱。老奶奶可爱吗？我说老奶奶很可爱。老奶奶很像。可是你盖完就在想说。到底为什么是大蒜老奶奶啊？为什么是老奶奶？我也不知道，明星盖超像老奶奶。他那个根本就旁边释迦牟尼佛跟老奶奶跳舞，超怪的，你知道吗？你小张很像，很像小雨剪头发、欸。我想说，我这么猜、啊，我这不会猜，我这不会盖特定人的人设，我不知道怎么盖出。哎、欸，会不会我们先开？七个台全部被ban掉。哎、欸，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 Minecraft 玩的这么色情、欸，哎，超屌的。色情。有吗？皮弟也差不多、啊。很夸张。哦，对啊，那一次也差不多。那一次更色，好不好？对啊，皮弟是皮弟色男人，他不是皮弟好男人。那一次还没有女的，这次有女的，你们都这么色。对啊。哎、欸，我没有完全没有色情、欸。我也没有输啊，我只盖一大堆雷雷而已啊。我也没有输啊，我明明跟圆圆一起跳舞，怎么会变色情图啊？这到后面变全裸，我明明就有写着，我明明就有说穿四角裤，到后面还是在裸奔的、啊。问他几啊？啊，好笑，问他几？安静，好用我们头像。好了，关台啦，关台啦。OK，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